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上帝的殿中。在这里呢，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呢，来到了2021年，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殿中呢，可以自由的去敬拜，可以呢去称颂他。我们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限制，这是我们呢不能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对于我们的爱，还有你的慈爱怜悯，你浇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在这个早晨呢，要来敬拜你，也要来高举你的名，也求你可以呢看顾保守这个敬拜，让我们可以去接收你的话语。奉主之名祷告祈求，阿门。欢迎大家来到2021年第一个崇拜。我呢非常喜欢新年的这个感觉。虽然呢没有一个肯定说到呢2021年会更加的好，也许呢我们呢可以肯定呢2021年会有更多的挑战在前面迎接着我们。可是在新的一年，我还是非常喜欢新的一年带给我的这个朝气，一个新的开始，还有一个机会呢，我可以呢去回顾我的过去，然后再去展望我的未来。在新年除夕我们的这个崇拜呢，我们听了很多呢非常动人的这些回顾。我们听到呢上帝如何的看顾保守 Auntie Grace 和 Uncle William， 尽管他们呢在经历很多这些很艰辛的健康上的这个挑战。我们呢也观望了教会的一个影片，说到呢我们呢如何在这个疫情当中做出的调整。你知道吗？是不用怀疑的，上帝是与我们同在，去带领我们的领袖。虽然呢我们呢没有像之前那样的敬拜在这个疫情当中，对我来说呢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看到上帝如何在我的家庭与我同在。当我回顾的时候，我非常感谢我可以和家人呢有更多相处的时光。你知道吗？每个人在这一年呢都有大家各自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有些呢他们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呢去与他们的家人团结团聚。有些呢他们还是在这个闭关当中，有些呢是工作上面的挑战。可是当我去思考这些事情，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够坚信的知道呢上帝在这艰辛的时候呢是与我同在的。我也非常有信心的知道上帝呢他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虽然有时候呢是非常困难的时刻，可是呢上帝呢还是祝福我们的。我喜欢大卫王他的这些回顾，在很多诗篇里面都可以看到的。他呢经历很多的挑战，他有很多的仇人，他被他自己的儿子还有最亲的人呢背叛。可是呢当他在回顾，在诗篇36篇，他还可以去说，神啊，你的慈爱是何等宝贵。当我们开始这新的一年，虽然我们有很多挑战要去面对，可是让我们呢转向上帝，因为他的慈爱是无可测量的。我们呢只要我们寻找，我们就可以找到。在这个早晨呢，我们第一首要唱的诗歌是说到你真伟大。这个作者呢他去思想到了上帝的创造，他呢就被激励要去称颂上帝。他也去思想到主耶稣如何的被差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呢而死，
这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爱里。所以呢，他就呢去称颂上帝。这个早晨呢，让我们能去思考，思考上帝的慈爱，思考上帝的爱，让我们去称颂他。再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你真伟大。王呢，他思想到了上帝的慈爱，那个被浇灌在他生命中的这个慈爱，也有呢在这压力的时候、艰辛的时候，他得到的这个慈爱。我呢被他所写的东西呢鼓励，因为呢我可以感觉到呢，当他在经历挑战的时候，他呢可以更加的亲近上帝，可以呢去寻找上帝的这个动力。这个力量，然后呢，去去面对这些困难。有时候呢，我们呢，可以呢，
看到呢，生命中我们要经历很多的动荡，可是呢，是上帝呢，他呢是在那里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呢可以面对这些动荡。下一首诗歌的这个作者呢，他的名字呢叫 Louisa Steed。他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呢也经历了很多的动荡，很多的混乱。他是从小呢就是一名基督徒。在他生命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呢已经呢奉献自己去传道。可是有一天呢，他和家人呢在海边呢有一个野餐，他们就看到呢在海边那里呢有一个小男孩，他快溺毙，然后他就哭求，然后呢这个作者的丈夫呢就去帮助这个小孩，可是这个小孩在挣扎的时候呢，去把他丈夫的这个救生衣呢给拉下水，然后呢很不幸的他们两个就淹死了。然后呢作者呢就在岸上看到这一切的发生，他呢非常挣扎，他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伤痛，可是呢他也经历了这些穷困的日子，可是呢虽然他经历这些，他明白上帝呢会供应他，会刚强他，他也学习他如何的去相信，去依靠上帝，依靠主耶稣。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当大卫王呢他去回想到上帝的慈爱，还有上帝所为他做的一切，他呢可以呢在诗篇36篇这里呢他就说到了，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能思想到上帝所对他的好，还有对他的帮助，他就呢可以呢有这个信心，知道呢他要依靠上帝，藏在上帝的翅膀的荫下。这首诗歌的最后这里呢说到呢，我呢可以去依靠上帝，我知道他会与我同在直到永远。让我们呢一起来依靠主耶稣。当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挑战打击我们，有很多问题当我们要面对，我们呢不要只看到问题的重量，可是呢我们要看到在所有的问题，上帝会聆听我们的祷告，会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呢在今年呢更加的学习如何的呢去依靠我们宝贵的这个救主。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唱这一首诗歌。Just to rest upon His promise, just to adore the Savior Lor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more and more.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h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Oh, how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to trust His cleansing blood, just in simple faith to launch me with the healing cleansing flood.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 prove Him more and more. Jesus, Jesus, precious Jesus, oh for grace to trust Him more. Yes, it's sweet to trust in Jesus, just from sin and self to cease, just from Jesus simply taking life and rest and joy and peace. 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ve proved Him more and more. Jesus,
谢谢大家。现在呢，我要把时间交给 Chris 牧师。我这里呢，要全心的去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也呢，去祷告。当我们开启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去看待这新的一年，当作是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来让我们呢去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呢有所成长。我们需要这个与上帝的关系。当今年结束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认识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他们的问题，健康上的问题，我们知道 Uncle Andy， 他呢情况呢退化了很多，他现在呢要去到这个临终的这个病床了。这是呢家人他们要去面对的。如果我们没有与上帝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是很难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挑战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系，一个信心。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所学习到的？这是我们要尝试去学习，当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非常明显的，我们没有办法呢时时刻刻分分秒秒与大家同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经历。可是我们如何的来面对我们的问题呢？我也呢被通知到安迪 Mary 呢，她呢有这个水痘的这个复发，还有这个生蛇。然后呢，他现在呢有这个去吃这个药来帮助他。这些就是生命当中你当年老的时候你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年轻人有他们的问题，老年人呢也有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呢，就是去学习，学习如何的去建立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我呢，去祷告，希望这新的这个主题呢，可以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呢，去发展，去建立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我只是想在这里让大家知道，我和大家说的，那我做这些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可以建立一个与上帝不断发展的关系。我呢，这里呢，也要Lemon 呢，他也说他没有办法来教会，因为他的背后有问题，他去了手术，动了手术，他现在呢在恢复当中。他要让大家知道他呢在思念我们，他也有听在线上的这个正道视频。那他要在这里问候大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开始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看向你。我们知道我们呢即将面对的这些挑战，不只是在疫情当中，还有我们自己经历的这些挑战，在我们未来要经历的挑战，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帮助我们去学习如何的去找寻你，如何的去与你建立这个关系，也求你可以帮助我们用这个时间是有意义的去学习这些教训，
可以帮助我们，也求你可以聆听我们的祷告，还有那些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面临的这些健康上的问题， Uncle Andy, Andy, Mary, 还有 Lemon, 我们呢都要为他们祷告，求你的怜悯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可以去找寻你，愿你呢也可以与他们同在，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 Amen。我们呢要开始这一系列的这个主题，而这里呢是从诗篇三十六篇这里拿来的。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去看这个金句，在诗篇三十六篇第五章，第三十六篇第五节第六节，都能去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你要自己去读，自己去提醒自己，上帝是谁，我们要如何的去找寻他。现在我们翻到诗篇三十六篇，在第五节这里读到，这是上帝他的思考，他的思想，思想上帝是谁，思想上帝呢，他这些珍贵的属性。三十五节第五节这里就说到，神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苍穹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神啊，人民畜生你都救护。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这里呢就看到了上帝的慈爱、信实、公义，可以呢去来救护人民、救护畜生。这就是我们呢可以看到关于上帝的这个认知，我们那我们的回应呢，我们的回应呢就是这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所以这里呢有两个阶段，第一是给我们去知道上帝，去认识上帝，他如何的在他的话语中展现他自己。这不是他所创，他所虚构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经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呢在出埃及记呢也有说到的。他向摩西呢展现他自己，显现他自己。所以呢，他也在话语中显现给我们看。所以大卫呢要去仔细的去阅读他的话语。然后呢他就把它应用在他与上帝的这个关系里面，不是你去思想自己的律法，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所显现的，那我们如何的去与他建立关系，如何的去回应他呢？这里这个神他是充满慈爱、充满信实和公义的。然后呢也说到了他的慈爱，我们在他的翅膀的荫下，也是说到他的救护、他的保护。这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要去寻找上帝，我们也要去学习如何的依靠他。当你要依靠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你要先认识这个人，那你是否可以认识上帝，然后呢去依靠他呢？这就是与他建立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关系。不管你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上帝，我们需要应用这个信心来去依靠他。在三十六篇，诗篇三十六篇，它的开始呢，不是从上帝开始，而是从这些邪恶这里开始的。
当他在他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大卫呢，在他心中，他关心的呢是这些恨恶，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这里就是他的仇人，他的仇人是怎么样的？第一，他们不畏惧神，他们的眼中不怕神。你没有办法去和这些人讲道理，如果他们没有去敬畏神的话。你所说的，你说要找寻上帝，可是呢，这些人呢，他们是听不进的。你要记得，当时的这个环境和现在的这个环境呢，它并没有这么多的改变。这个世界呢，就是充满着很多的邪恶的。第二节，他自夸自美，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厌恶。他以为呢，他的罪孽呢终不显露，不被厌恶，所以他还可以去自夸。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不惊奇是有的。这里呢，他口中的言语竟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一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这就是他所面对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公平的战争。这里呢，会有很多的欺骗，没有敬畏神。所以呢，意思呢，这个人呢，他会去推崇这个罪孽，推崇这个邪恶。当你有这样的仇人的时候，你当然会很关心，会很担心。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仇人是什么？新加坡他们在面临他们的这个疫情。他们说呢，这里有一个人从日本来，他来之前他是他的结果呢是没有中这个病毒的。然后呢，他离开的时候也是呈这个阴性的，他的结果。然后呢，他们就发现这个人呢，其实他是有这个病毒在他的体中，可是呢，他没有办法被测验出来。所以我们以为呢，测试呢就是这个唯一一个方法，这是好的方法，可是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现在的仇人是什么？就是这个病毒。那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也有这个敌人的。所以我们要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去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环境。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这个疫情死亡，不管在美国、在印度、在这些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些国家里。我们的问题呢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去逃避，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呢要去用智慧、用了解呢去对抗这个敌人。还有呢，我们要去呢找寻上帝。
我们每一天呢，每一个星期呢，都要去看上帝其中一个他珍贵的这个特征属性。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们是否有了解到上帝的怜悯？今天我们要来看神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这是我们如何的去了解的呢？上帝他有很多的属性是非常宝贵的，每一个特征，每一个 属性呢，都帮助我们去依靠他。这就是我们的挑战，当我们开启这新的一年的时候，是非常逻辑性的。当我们呢开启我们新一年呢，就是去寻找上帝。我们要来看大卫的例子，我们要去思想上帝的这个属性叫做慈爱。上帝是充满慈爱的吗？是的。那我们如何的去了解呢？我们如何的帮助我们去寻找上帝呢？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诗篇，是大卫写的。有很多大卫写的诗篇都有这个字眼叫做慈爱怜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呢，就是诗篇第六篇。生命中你会面对很多的问题，有很多隐形的这些敌人。我们自己，也许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自己的敌人呢。这里有这么多的挑战，我们要如何的活着？这就是大卫他所做的，是我们要看的。他呢可以承认他的生命是充满问题的。我们有时候呢要诚实，当我们去检测我们的生命，很多问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你看大卫这里所说的，在诗篇第六章第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求神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神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他呢可以呢承认他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慈爱。我们是否可以承认我们也需要？我们可以是否可以认识到我们也需要上帝的慈爱？与其呢只是说着求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的本分的话呢，我们要的是什么？上帝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的话，你可能会激怒上帝。这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关系。你要去感受他呢是对神呢是敏感的，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他本来呢会激怒上帝的。我们也看到上帝他如何的呢来赐予他的慈爱，他的怜恤。所以这里他就说，神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因为上帝可以发怒，当我们做错事情，当我们做这些邪恶的事情，做这些罪事。那我们要如何的去求上帝呢？就是呢求他赐予我们慈爱。在他的灵呢深深心灵深处呢，他是面对很多问题的。那他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求上帝的怜悯慈爱与他同在。
那上帝是否有聆听他呢？我们这里读到 He says, Return, O Lord, deliver me, save me for your mercy's sake. Verse 4, right? 第四节。And so he says, You know, I was weary and神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第九节，神听了我的恳求，神必收纳我的祷告。所以这里的我们需要去祷告。在这一个诗篇，我们没有看到他如何的去回应大卫的祷告。可是呢，有另外一个诗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大卫呢，他如何去经历、去体会上帝的慈爱？他哭求的时候，上帝有帮助他吗？有的，这是我们在诗篇30篇可以看到的。我们来到诗篇30篇。神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他之前的祷告是什么？他之前的祷告呢，是说到求神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这里呢，上帝就回应他了，因为他这里说到，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到复活，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到呢，你从死亡边缘走回来。就是呢，他呢，差一点呢就很靠近这个死亡的，可是上帝呢救他。就好像安哥 William 他之前分享的，他的心被拿出来，他是很接近死亡的，因为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他就会死了，这就是他的意思。他这里不是说到复活。第五节这里说到什么呢？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当他去寻找上帝的时候呢，他的恩典会向他展现。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里的问题是什么？第六节也许你可以看到，这是可以发生的。这里他说到，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当你谁都不是的时候呢，你去寻求上帝。可是当你平顺的时候呢，你说什么？你平顺的时候，你很自信，自信说到呢，你不被摇动。你要小心其中这个罪，就是呢，你的自尊。你的自尊可能可以害到你。因为他的自尊，他去告诉别人没问题。我们呢，不会呢被动摇。结果你看，上帝呢，他只需要掩了他的面，他就惊慌了。第八节，神啊，我曾求告你，我向神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你看上帝如何的回应他呢？他停止去为自己找借口，他在第十节就说，神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神啊，求你帮助我。为什么我们不祷告？为什么我们不寻求帮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尊。直到我们需要，直到我们呢倒下的时候，我们才求上帝的怜悯，我们才求上帝的帮助。We make reasons, we
我们呢不断的去找借口，不断的去找理由。上帝完全呢是对这些不感兴趣的。你这里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自尊。他面对了，他就向上帝去哭求、恳求、求神的怜恤、求神的帮助。那他即使经历了、体会这个怜悯呢，就是当时，如果你不照做的话，上帝呢就离开你。幸好上帝没有这样子做。十一节，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们的环境可以很快改变的。你从博斯去到悉尼，你以为没事，可是你可以在到达的时候呢，我们的边界就关闭了。我们的边界可以在几个小时里面就关闭的。如果你在计划要去旅行的话，那我给你的劝告是不要，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是想要去悉尼去吃一碗拉面，那你还是不要去，因为我们的环境会一直不断的改变。你可以现在平顺，那你下一秒呢就非常的崎岖。这星期天我还看到 Andy Mary， 他还好好的，结果呢他的那个他就伸舌了。我之前和 Uncle Andy 在讲话，结果现在他就在临终病床上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困境可以在一秒之内就改变的。不管是你的金钱、你的健康还是什么，没有一样东西呢是肯定的。你的生意也许很好，可是下一秒呢可能呢就会失败了。你这些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肯定、去确保的。那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呢帮助我们。上帝可以帮助你吗？他可以，他帮助了保大卫。上帝拿走了他的哀愁，然后换来了喜乐。上帝把哀哭变成跳舞。上帝可以改变你的困境吗？可以，因为他的怜悯，他可以转换你的困境。我在新加坡，我们的教友这个安克安蒂呢，是我和我的妻子都认识的。当时我在那里，他们是蛮年老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会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和他们也蛮关系蛮好的。去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他们在80岁了，然后呢，他们呢，其中一个他心脏衰退，然后他就晕倒，然后他就在这个医院里面，然后他的恢复非常的缓慢。然后呢几个星期过后呢，他的妻子呢癌症第四期，然后复发，然后他的肺部呢积水。他们都在医院长达100天，他们的儿子呢就一直不断的祷告，求上帝的怜悯。看到他们现在可以出院，他们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呢带来了这些医生，带来了这些人，这样的一个困难呢，让他们呢更加的亲近，更加的知道上帝会与他们同在。那你是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去寻找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你去寻找上帝呢？大卫呢他哭求，求上帝赐他怜悯。所以呢上帝呢就转换了他的环境，他的困境。那当上帝体恤了你，怜恤了你，
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遗忘吗？对于大卫来说，他没有遗忘，他要确保，他要去珍惜，珍惜上帝所为他显现过的这个怜悯，所以他就写了这些诗篇。他写了诗篇第六篇、第三十篇、第三十六篇。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这是大卫他所写的。我们可以经历怜悯，可是遗忘怜悯。当我们又平顺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希望 Auntie Grace 你不会忘记，希望你永远不会忘记。他告诉很多人，他要洗衣服，要煮饭。他不能忘记他所经历的。他还说他没有生病，非常感恩。因为如果两夫妻他们都生病的时候，谁照顾他们呢？所以这是他们经历的这个怜悯。我们现在呢是强大的，是健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呢，每个人呢都不能去哪里，我们要一起热，一起冷。是因为透过这些所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了上帝的怜悯。那经历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是赞美自己，不是尊崇自己。你看诗篇一百零三篇，这里大卫他说的。他这里呢说呢，他的心要称颂神。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你学习到的是什么？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大，可以去到天，从天到地，这里是多长呢？多高呢？如果你要去到月，去到宇宙又是多高？你看，这就是上帝他的慈爱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上帝可以显现慈爱给你吗？可以，当你敬畏他的时候。所以大卫呢，他就会问，是不是上帝向他发怒呢？他就求上帝的怜悯，他的慈爱。这是他学习的，他学习到呢，他的慈爱是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的。这里继续读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他没有办法忘记上帝如何的去赦免他，也叫他的过犯离开他。你可以忘记上帝的怜悯如何赦免我们的罪吗？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那我们忘记的就可多了。我们等一下要领圣餐，我们如何来到上帝的这个面前领圣餐呢？难道我们不能去赞美他、称颂他，去思想到我们的罪被赦免？他叫过犯离开我们。你说，如果他没有做这些事情，那我们所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上帝会回应吗？我们这里已经读到了，他是会回应的。他的哀愁被拿走了，他现在有的是喜乐，从哀哭变成跳舞。
他看到上帝的双手在他的生命当中保护他，他呢只可以呢去称颂、尊崇、赞美上帝。当他经历这些怜悯的时候，这里呢你就要提醒自己，那些敬畏他的人，他们不会把上帝的怜悯当成理所当然。第二，那些敬畏他的人，他们会珍惜，深深的去珍惜上帝的怜悯。第三，他们会珍惜上帝对他们的连续还有慈爱。这就是敬畏他的人，敬畏神的人该有的。那些充满邪恶的，他们不把神当成一回事，可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不会把怜悯当成理所当然。这就是大卫他所说的。十三节，父亲怎么连续他的儿女，神也怎么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大卫呢，他的改变呢，就是他尊崇上帝而不是尊崇他自己。今天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去重新的去思考上帝如何的向我们展现他的 慈爱怜悯，如何的看顾保守我们的生命，来救离我们，脱离这个我们的罪还有过犯。这里有个很大很深的问题，就是罪。可是他呢叫我们的过犯离了向东离西这么远，我们怎么还可以回去呢？我们怎么还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充满罪恶的过去？难道我们不能因此去赞美、去尊崇我们的上帝吗？你去珍惜上帝的慈爱是何等的珍贵。这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去花时间去思想上帝他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金句是一个很活过来的金句。我们每一个星期要去看它的一个属性，然后把它加在一起，直到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的。让我们呢可以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可以去说我们的生命 有哀愁，可是上帝把它转换成什么呢？成喜乐。当我打电话给 Uncle SD 的时候，我呢很多的哀愁，他连讲话都不能讲，他就一直哭，因为看到他的妻子躺在病床上，他哭求上帝的怜悯，去帮助呢我们去依靠。这就是我们的鼓励。当我们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前进的时候，我们要有的就是去寻求上帝的怜悯。我们呢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呢，我们都要领这个圣餐。不管我们已经领了多么多次的圣餐，让我们的每一次到来呢都是呢重新的来到这里去思想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慈爱还有怜悯，不把这些怜悯和慈爱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呢不要忘记上帝如何的去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我们的过犯，他如何的来更新我们，拿走我们的哀愁，转换给了我们喜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领这圣餐，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呢，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呢，都是充满意义的。现在呢，我要叫这些帮助分发圣餐的这些人来到前面。是的，我们现在呢有比较少的这些限制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们有这些呢没有任何症状的这些人，他们是有病毒的。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呢现在呢有了这些包装，我要你们呢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因为呢可能那些比较年老的，可能他们很难去开这个圣餐的这个包装。上面呢是这个饼，你要打开这个透明的纸，第二层呢就是你打开了过后就有这个杯，所以你要打开两次。所以我们要花些时间慢慢的去打开这个包装。他们没有办法帮你打开，所以呢希望家人呢可以帮助那些没有办法打开的，帮助他们打开。现在呢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如果对你来说这是很新的话，那你就花点时间慢慢的去打开这个包装。我们要唱这一首诗歌，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圣餐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是我以信心仰望。我们要去仰望上帝，去仰望我们的救主，一个充满慈爱怜悯还有信实的这个救主。我们呢要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以信心仰望。
这样，让我们一起来打开这个第一层。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领这个饼。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可以仰望你。在我们艰难的时刻，当我们面临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挑战，当我们知道罪恶一直呢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能呢去把这个呢当成是一个借口。我们呢要向你哭求，哭求求你赐怜悯给我们，慈爱给我们，让你呢可以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仰望主耶稣，看到他呢如何来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呢洁净我们，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们。所以我们要打开这第二层，它是这个有水的，所以你们要小心的开，不要倒出来。上面一起来领这个杯。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领这个杯的时候，代表着你的宝血，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代表着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洗清我们的罪，也代表着新约你所给予我们的应许，你的信实。求你帮助我们，不把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而是去珍惜。尽管我们有多么的柔弱，可是你还是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如何的去祷告，回到你的身边，在你的道路上行走，去寻求你。求你指示我们，当我们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请你聆听我们的祷告，请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祈求，阿们。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丢去垃圾桶。现在呢，我们要来总结这个敬拜，来唱这最后一首诗歌。我们说到信心，那信心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我们呢可以呢靠着上帝的话语还有他的应许呢来得到这个盼望。这是我们要唱的诗歌，坚固磐石。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呢握着这个盼望，我们可以有这个信心
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去思想到他所做的一切。我们要去依靠他，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在上帝他翅膀的荫下。再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现在呢，我要来求上帝的祝福。当我们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呢可以回应，靠着信心，靠着依靠。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求上帝呢可以祝福你们。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现在，求这一个充满怜悯、慈爱在天上的这个神。他的慈爱是何等宝贵，他的信实给了我们恩典和慈爱，也求主耶稣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去遵行，去依靠在神的翅膀的荫下，也求上帝的灵、神的灵可以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灵，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身边，在祷告中，在哭求中，也求恩典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去为主而生活，也求这个伟大的真神他的荣耀可以一直直到永远。奉主耶稣之名祷告祈求，阿们。